心动的信号人气 CP 现在都怎样了？第七季将聚焦大湾区，七年的陪伴，六季的见证，心动的信号已然超越了一档简单的恋爱综艺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当代年轻人婚恋观的变迁，也记录着社会情感文化的脉动。此次第七季将目光聚焦大湾区，试图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捕捉爱情萌发的微妙信号。多城心动，为爱奔赴是本季的主题，它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的跨越。 更象征着当代年轻人对待爱情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。他们不再 passively 等待缘分的降临，而是勇敢地走出舒适圈，去追寻内心渴望的幸福。正如节目制片人杨卓所说，现在的年轻人更关注自我成长，他们自信、独立，敢于表达自我，也更懂得尊重彼此的选择。弯曲速度是观众对本季节目最直观的感受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，高效的信息传递，让爱情的进展也仿佛按下了加速键。 速度的背后，不变的是对真爱的渴望。节目中，嘉宾们通过跟随卡等道具，大胆表达爱意。这种直球式的恋爱模式，或许正是当下年轻人所追求的坦诚与纯粹。爱情并非一帆风顺，跨城生活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。地域差异、生活习惯、未来规划，都可能成为横亘在爱情路上的障碍。如何在保持自我与融入对方之间找到平衡，是每对跨城情侣都需要面对的课题。 《心动的信号》第七季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多元化的爱情图景，它折射出当代年轻人在爱情中的勇敢与迷茫，也引发我们对爱情、生活、未来的思考。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，或许没有标准答案，但真诚、勇敢、尊重永远是通往幸福的蜜月。《心动的信号》七来袭，老丘比特被零零后闪婚速度吓傻，大湾区恋爱地图引爆社交圈。哎呦喂，各位吃瓜群众们，你们的追剧小能手又来了！ 今天咱们要聊的可不是普通的八卦，而是一场轰动整个娱乐圈的七年之约。没错，就是《心动的信号》第七季。这档节目简直是开了挂，七年不掉队，比我高中暗恋的那个女生还要持久呢！老丘比特集体闭眼，零零后恋爱观惊呆一片。昨天的媒体见面会上，我可是掌握了第一手猛料。新加盟的《心动丘比特》饶雪漫老师爆出猛料，这帮零零后太猛了！ 表白起来直球的我都不好意思看，呵，老饶你可是写了一堆青春文学的人啊，竟然被零零后的恋爱操作吓到了，这是要闹哪样？杜海涛老师在一旁直呼，这季简直是开了弯曲高铁啊，我这个老司机都跟不上节奏了。啧啧啧，看来这季的嘉宾们是要把闪婚玩出新高度啊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准备好被暴击了吗？画成恋爱地图，解锁新姿势。这季节目组也是拼了，直接把舞台搬到了大湾区。 总导演陈志雄说：“我们要通过不同城市的碰撞，展现更多元化的爱情观。”哟，这是要玩城市联姻吗？广州小姐姐配上深圳 IT 男，这组合听着就很带感啊！但是异地恋可是号称爱情杀手啊。制片人杨卓倒是很乐观，我们希望通过节目给观众传递一种勇气：爱情需要奔赴，需要勇敢。嚯，这话说的，我怎么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呢？老友回归，笑料百出。老友回归。 笑料百出，这一季的心动的信号可谓是欢乐不断，精彩纷呈。说到笑点，现场的气氛简直就像是一场即兴喜剧大秀。往季的嘉宾们纷纷玩起了心动版答案之书，你问我答，互相揭秘，场面一度失控，笑声此起彼伏。观众席上有位粉丝激动地喊出：“我的 CP 终于同框了，比我考上清华还激动！”这位姐妹的呐喊无疑是对节目最大的肯定。看来。 他是把心仪的 CP 情侣组合当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，这份热情，这份执着，真是让人既感动又好笑。我去，姐妹，你这是把 CP 当成人生理想了吗？旁边的一位观众打趣道，但语气中却透露出对这位粉丝的理解。是啊，我们都懂，谁没有为了心爱的剧集熬夜追剧，为了剧中的人物情感纠葛而心驰神往呢？就像我也曾经为了《流星花园》的那份纯真爱情。 熬夜到天亮，只为见证花泽类和山菜的每一个甜蜜瞬间。现场的气氛热烈而温馨，每个人都在这笑声中找到了共鸣。这些往季嘉宾们的回归，不仅带回了熟悉的面孔，更带回了无数观众的青春记忆。他们在节目中的每一次互动，都像是与老朋友的重逢，让人感到亲切又欢乐。心动的信号就像是一个大家庭，无论是嘉宾还是观众，都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 在这里，我们可以一起笑，一起哭，一起为爱情加油。这样的节目不仅仅是一档简单的真人秀，它更是一种情感的连接，一种文化的符号。它告诉我们，即使岁月流逝，那份对爱的追求和向往永远不会改变。从心动到心痛，剖析当代爱情观。《心动》的信号已经不仅仅是一档恋爱节目了。 它更像是一面照妖镜，照出了当代年轻人的爱情困境。饶雪漫老师说，现在的年轻人更注重自我成长，他们在恋爱中寻找的不仅是伴侣，更是能与自己共同成长的人。听完这话，我陷入了沉思。在这个左花右花的时代，我们是不是把爱情也变成了快餐？一顿不合胃口就换下一家？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刷爆朋友圈的闪婚闪离新闻。难道这就是零零后的爱情观？七年之痒不存在的。 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，心动的信号这档节目却依然稳坐收视率的定海神针宝座。这不仅归功于节目本身的独特魅力，更在于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所散发出的无穷魅力。正如杜海涛老师所言，心动的信号给了我们一个每年相约的理由，让我们的夏天永远有爱的温度。听完这话，我突然感到一阵情感的涌动，鼻子不由得有点酸楚。 在这个物欲横流、快餐爱情泛滥的时代，还能有一档节目如此坚守初心，坚持传递真挚的爱情故事，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或许这就是《心动的信号》能够历经岁月洗礼而依然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吧。《心动的信号》不仅仅是一档恋爱真人秀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。 反射出我们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渴望和向往，它让我们相信，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，依然有人愿意为爱停下脚步，用心去聆听对方的心跳，去感受那份纯粹的情感。每年的夏天，当心动的信号、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，我们知道，又有一群勇敢的男女嘉宾将在这个舞台上开启他们的爱情之旅。他们的欢笑、泪水、犹豫和坚定，都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真实与美好。这份感动，这份温暖。 已经成为许多观众夏日里不可或缺的期待，心动的信号的存在不仅为电视荧幕增添了一抹亮色，更为我们的心灵提供了一片栖息之地。它告诉我们，无论世界如何变迁，爱情始终是人们心中最美好的信仰。而这也许就是它能够跨越时间，成为无数人心中经典的原因。各位老铁们，你们对这季的心动的信号有什么期待呢？是想看零零后的闪电恋爱，还是期待跨城市的浪漫邂逅？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！我已经准备好了瓜子和纸巾，准备迎接新一轮的狗粮暴击。毕竟单身狗也要有追爱的勇气，对吧？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：无论是异地恋还是同城恋，无论是直球还是委婉，爱情的本质永远是勇气和真诚。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心动信号。